的时间去处理间隔数，不可以随便拿全部时间去处理什么班次啊、人次啊、县民集团啊，不可以，一定要是处理这个间隔数。好，来总时间做减法，做减法完除以间隔数九，就得到间隔时间。再整理一遍，这一题问间隔时间，间隔多少时间？那我一定要知道有几个间隔，对不对？对哈，直接对哈。